我们没有为他们设计生活，你来换我们的生活。换生活，一个是你想要换，因为我要有的换。做面包要是你想要，然后需要帮忙是我想要，那你有的时间，那我有的菜，你叫我。5月23号周三晚间10点，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，以工换生活。